近日，范冰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让广大影迷朋友们倍感想念。范冰冰作为国内影视圈的一位领军人物，曾为观众们呈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同时也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范冰冰的复出成为了众多粉丝所期待的事情。范冰冰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无数的经典角色和优秀作品让她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和奖项。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范冰冰因涉嫌逃税等问题一直处于舆论风波之中，且一度被禁言、禁演，无法回归荧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冰冰已经积极地采取行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在一系列公开场合向大众道歉，希望能够挽回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在持续地通过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回馈社会，展现出了自己积极向上的一面。对于范冰冰的复出，大众的期待也日益高涨。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范冰冰的演技和个人魅力始终备受关注，希望她能够早日回归荧幕，再次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的演出和作品。同时，也期待范冰冰在未来能够继续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总的来说，范冰冰的复出不仅仅是一件好事，也是对她自己和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一次提升和重生。我们期待着她再次闪耀在荧幕上的那一天。谢谢收看美西电视台的节目。观众朋友们，下次再见。